是廖瑞英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。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庄子的养生观。养生是你我都关心的话题，它包含了对生命的爱惜和对生活的安排。庄子主张，生活与生命是人生的大事，要以庄重深刻的态度来面对。我们究竟从何而来？ 要往何处去？这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。这个谜的隐蔽，使我们好像置身在黑幕之中。我们都知道，有生必有死，死是人生的终结。人的生命是由生到死的一个历程，在这个历程中，死无时无刻都不隐伏在人的身上。当它一旦到来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即告终止。 而他和世界、外在世界以及其他人类的一切关系也就被切断。人们虽然经常谈到死，害怕死，但这只是我们对于别人死的感觉，自己却从未经验过，因为死是个人自己的事，不能被任何人所取代。每个人都要自己去面对它。一般人乐生勿死。 既然来到人世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，但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十长八九的时候，我们却又常有不如归去的感叹，这真是一个矛盾的情绪呀、啊。人既然无法自由掌控生死，那么当遇到艰难的人世的时候，又要如何的去安顿呢？庄子在《养生组中，借着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。 教导我们一个很好的对应复杂人事的方法。故事是这样的：有一个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解牛，他举手投足之间，牛的身体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；进刀剖解的时候，牛的骨肉就哗啦一声分离了开来。那牛体的分裂声和厨师刀子的切割声，莫不合乎音乐的节拍。 而厨师的一举一动，也莫不合乎商汤时代商林乐舞的节奏，汉尧的时候经手乐曲的韵律。杨惠王看了不禁绝口的赞叹说：“啊，好极了！你解牛的技术怎么精巧到这般出神入化的程度啊？”厨师放下了屠刀，回答说：“我所爱好的是道，已经超越了一般技术的层面了。” 当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，眼里看到的是一只完整的牛，三年以后就再也没看过完整的牛了。眼睛能够透视牛骸筋骨的分解处，到了现在，我只凭着精神去领会牛，而不用眼睛去看。耳目的器官作用停止了，只是运用心神在活动，依照着牛生理上的自然结构。 劈开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，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，连牛经脉、经络相连的地方和筋骨结合的地方，尚且没有被刀子碰过呢，更何况是大骨呢？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，因为他是用刀子去割断筋肉；技术普通的厨师每个月就得更换一把刀。 因为他是用刀子去砍骨头，如今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了，被我所宰的牛也有几千头了，但是刀刃锋利的就像刚在磨刀时磨好的一样，因为那牛的骨节是有间隙的，而刀刃很薄，没有厚度。 用很薄的、很薄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节，当然是宽宽绰绰，还有运转的余地呀、啊。所以，我这一把刀用了十九年，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磨出来的一样。虽然是这样，可是每当我碰到筋骨交错盘结的地方，我知道不容易下手，就小心谨慎的提高警觉，眼神专注。 动作缓慢，刀子微微一动，哗啦一声，牛的骨头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，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。牛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呢。这时，我提起刀子，站立起来，举目四望，为此悠游自得，心满意足，然后把刀子擦干抹净，好好的收藏起来。梁惠王说。 好哇、啊！我听了厨师这一番话，懂得了养生的道理了。这一个生动的故事隐含了很多的意义，例如，面对着筋骨盘结的牛，庖丁能顺着自然的纹理解剖，这意指着世间的事物复杂，要能顺乎事物的自然道理去做，就可以迎刃而解。说明了处世之道，不要强行，不要妄为。 庖丁解牛虽然游刃有余，但每次解牛的时候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猝然为戒。解完牛虽然踌躇满志，但不露锋芒，所以随即把刀子擦干抹净，收藏起来，善刀而藏之。这是心理上的警戒，也就是戒；和行为上的收敛，也就是藏，便是自处之道。 能够如此，就是善于养生。故事中提到解牛的人有三种类型：良袍、竹袍和庖丁自己。他们不同的解牛方式，使刀子的寿命产生了差异。庄子用刀子比喻人，以筋骨盘结的牛体比喻错综复杂的人事。要保全刀刃，就要避免用刀子去切割筋台骨肉。 同理，要保身养生，就要避开社会上的冲突矛盾。良袍、竹袍之所以岁更刀、月更刀，就是因为他们采取硬割、硬砍的方式，导致刀口钝折。这就好像不知处世之道的人，横冲直撞、固执蛮干，这样不止徒然耗费精力，也折损了精神。 如果能够以高度修养的心、自然无为的态度去应付世上千万复杂的事物，就能够达到“魁魁乎其游刃必有余地”的最高境界。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，在传达凡事顺乎自然的旨意。文章的末了又借的秦师吊唁老聃之殇的故事，更生动地表明。 养生之道在随顺自然的道理。故事是这样子的：老丹死了，琴师去吊上，干枯的山生就出来了。老丹的弟子便问：“你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？”琴师说：“是啊。”学生又问：“那么这样子吊上可以吗？”琴师说：“可以啊。我原本以为他是智人，但是现在才知道他并不是。” 刚才我进去灵堂吊唁的时候，看见有老年人在哭他，如同哭自己死掉的儿子一样；有年轻人哭他，如同哭自己的母亲一样。由此看来，老少这么悲伤的哭他，一定是生前和他的情感很深厚，所以心中不能自已，有不得不说的哀伤话，不得不哭的理由。但是这种作风是违反自然。 违背实情，忘记了上天赋给我们的生命长短。古时候把这种行为叫做逆天之行，也就是违反了天理，迁于俗情，好像受了刑罚一样。正该来到这世上，老丹就顺着时机出生啊；正该离开这个世上，老丹就随着自然的变化而消失的生命，能够安于时机而顺乎自然。 哀乐的情绪就不能够进入内心来伤害你。古时候的人把这种情况叫做“自然束缚的大解放”。一只只的足心有烧尽的时候，火却永远的传承而无穷尽。庄子的观念里，生死只是气行的自然变化。然而世俗人群多被死生的念头所困住。人们如果能够视死生好像来去。 飘然的来，翩然的去，安时处顺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劳苦易乐，出生死亡都是极自然的事，坦然处之，可以让人过健全的一生。庄子的生死观念绝不是消极的出世，而是入世的升华与超越。《逍遥游》的鲲鹏寓言故事说，北海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 鲲的身体非常的大，大到不知道有几千里。鲲变化为大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，它的背脊大到不知有几千里。当振翅起飞的时候，翅膀像天边的云。这一只鸟，当海波摇动、大风起息的时候，就飞到南海。南海呢，就是天池。故事里的北海。 南海、天池，都不是人机所能够到达的地方，其空旷辽远也不是世人的肉眼所能够看见，必须要用心灵去领会。北海的巨鲲化为大鹏，不仅是形状的变化，更破除了有形海空的限制。当时机成熟、条件充足的时候，它可以顺势而起，展翅高飞。 所以，一个理想的人物，存钱深耕自己，等内在条件充实完备之后，出而应试，就能够开展抱负，他的功勋就足以让百姓受到恩泽，就像大鹏鸟的羽翼一样，覆盖群生。空中大讲堂，我们下回见。 各位同学，我们从前面单元的介绍已经了解庄子的生死观念是顺应自然。今天第九讲次要讲授的主题是庄子的一篇文章《古盆儿歌》。透过这一篇的作品，我们来进一步探讨庄子的生命哲学。《古盆儿歌》节选自《庄子·至乐》这一篇，内容叙述庄子的妻子死了。 惠子前往吊唁，却看见庄子正蹲在地上，敲着瓦盆唱歌。惠子指责他不近人情，庄子则认为人本来没有气、没有形、没有声，杂乎忙惚之间才变而有气、有形、有声。现在死了，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。 只是自然的循环而已。庄子借此来体现看破生死的通达人生观。《自乐》这一篇文章，历来庄学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不是出自庄子的手笔，因为文章当中以死为快乐，这不是庄子的思想。庄子虽然不乐生恶死，但是也不以死为乐。 而是顺乎自然的演化。那篇大宗诗里面说：“福大快假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益我以老，喜我以死。故善无生者，乃所以善无死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地给我形体，用生使我劳苦，用劳使我清闲，用死使我安息。 所以，以生为善，就要以死为善。上文所提到的行、生、老、死和在、劳易、习等等，是生命现象的整个轮廓。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。而自偏离《至乐篇》里以死为至乐，他的思想矫枉过正，大概是庄学的浅学者的作品。 那庄子对生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？他认为生死有如循环，是自然的道理，所以不必执着于生死。大宗师里说：“死生命也，其有夜旦之长，天也；人之有所不得于，皆物之情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死生都是命中注定的。 它就如同白天和黑夜经常交替一样，是自然的现象。人类对这些事情是无法干预的、改变的，这都是万物本来的情况。一般人大多忌讳谈论死亡，我们也是因为别人死亡而产生畏惧的感觉，自己却从未经验过。 一个活人永远没有和死别人同死的经验，生和死都是个人自己的事情，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或者是取代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它。但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却是进入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，所以。 当一个人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，恐惧之情是可想而知的。面对死亡的恐惧，庄子用洒脱达观的心态来画出它。在庄子看来，生是时机，死是顺化。人只有坦然的随顺生死之化，才算是真正领悟了生命的真谛。 世俗人的身上常背着死生沉重的枷锁，被生的喜悦和死的恐惧所困住。人们如果能够看待死生如一，对生不必喜，也不必厌；对死不必惧，也不必乐。如果能够顺乎自然的变化而面对生死，只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既然能够忘生死， 就可以达到天地万物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。以下我将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做说明：第一，课文内容的讲解；第二，庄子养生的哲学；第三，人生困境的开解与提升生命的意义与价值。庄子七十，惠子调之。 庄子则放击具古盆而歌，惠子曰：“与人居，长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。又骨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？”庄子曰：“不然，是其时时也。我独何能无盖然？察其时而本无声，非徒无声也，而本无形。” 非徒无形也，而本无气；杂乎忙乎之间，变而有气，气变而有形，形变而有声。今又变而之始，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。人且俨然寝于句室，而我叫叫然随而哭之，自以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 对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儒道两家的观念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传统儒家讲究人世间的仁爱关系，所以强调无求生以害人，甚至在不得已的时候，宁愿杀生以成仁。他们重视家庭的伦常与责任。当夫妇结合建立了家庭之后，男子出外谋生。 肩负起家庭的经济，女子主理家内，生儿育女，不论忧喜福祸，夫妻彼此共同承担，关系密切。独来独往的庄子也不免常熟的有娶妻事，但是关于他家世的情形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书中只记载他的妻子死了，惠子去吊丧。 不见白帆飘动，也没有听到哀伤的哭泣声，却看到庄子正蹲在地上敲着瓦盆乐器在唱歌，一副轻慢傲世的模样。这真让人惊讶，惠子也觉得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批评庄子：好歹妻子和你相处了这么久的时间，也为你生儿育女，刻尽了人妻的本分。 如今生老而死，不举爱也就算了，竟然敲着乐器还有心情唱歌，真是无情的过分。庄子却认为，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，而人的死亡也是因为气之散。他这番辩解似乎有几分道理。就以他对生死的态度来说，远较一般人理智多了。 至少，他甩开了战国时代盛行的鬼神观念，不采纳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，只把生死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因此认为生死的过程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的自然，所以他能够以超越的态度来看待妻子的死亡。庄子并非无情。 但是他的忘情却是由于深情而来的，否则，当他面对妻子的死亡，怎么会概然？又哪需要骨盆而歌？既然有生必有死，死生是自然循环，而且无法避免，那么人们对于生死的态度就应该坦然面对，安然顺从。 所以，如今他的妻子安稳地躺在天地之间歇息，当然不应该嚎啕大哭的去打扰他。庄子给世人的感觉就是洒脱、放达、愉悦、自适的生活态度。他认为生时安生，死时安死，生死之情其一，就没有必要为生而乐，为死而忧。 在《齐物问的篇末，有一则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。从前，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翩翩飞舞的一只蝴蝶，翱翔各处，飘然自在。他开心的，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庄周。忽然梦醒了，自己分明就是庄周。 不知道究竟是庄周做梦化成了蝴蝶呢，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呢？庄周和蝴蝶必定是有分别的。这种转化就称为物化。庄子所谓的物化是物我两忘，人和外物契合交感。他跟自我个人转化为蝴蝶，借着蝴蝶比喻人性的天真浪漫。 无拘无束，寓言最大的用意在画出人们对死亡是痛苦的忧虑意识。人生如梦，创始于庄子，可是时至今日，这句话的含义却已经和庄子的原意完全变质了。当我们觉得人生短暂而飘忽， 多少欢乐美好的事情，到最后都化成了虚幻的泡影的时候，我们总习惯用梦来抒发内心的感触，而且充满着悲凉的情绪。但是在庄子的心中，却一点儿也没有悲凉沧桑的感受。庄子透过美感的经验，用叠化梦境的艺术心情。 将人类存在的境遇给予无限的美化，因此宇宙就像一个缤纷的大花园，而人生就欢欣在这一片的美景之中，就如蝴蝶飞舞于花丛一件一样。所以庄子的人生如梦和生死如一是相同的概念。既然人死了之后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 尸体被微生物分解，在大自然中得到永生，所以庄子也就反对厚葬。《炼狱寇》篇里面有一则故事，说庄子快死的时候，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，庄子却说：“我用天地为棺椁，以日月为帘壁，以星辰为珠玑，有万物为我送葬。” 我的葬礼还不够丰厚吗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？弟子就说了：“我们怕乌鸦吃你啊。”庄子说：“人死后，尸体放在地上，乌鸦会吃；用土埋在地下，蚂蚁会咬。要从乌鸦的嘴里抢来送给蚂蚁，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”庄子这般旷达洒脱的态度。 是出自于自然的流露，在他想来，死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，所以能够无乐无惧，一切安时遂性。而历史上多少帝王后妃，或者是权贵们，贪恋执着于生的喜乐，就算生命终了了，还念念不忘人间的江山、财富、威仪。 于是，在生前就苦心劳形的经营满一身之血，死后用无数的珠宝来厚葬，但是结果呢，只落得珍藏被劫掠，尸骨甚至被曝露旷野的下场。所以，能如庄子般保持着物我如一、自乐无极的心态，才能够解脱困扰忧惧，人生也才能够逍遥自在。 只可惜，世人能达到像庄子般此生不萦怀境界的人并不多见。东晋的王羲之在兰亭和贤达聚会的时候，对人生短暂欢乐感慨不已，对生命的消逝更是抱着悲痛的心情，因此指责庄子“一死生齐彭殇”这句话的意思是把生和死同等看待。 把长寿和短命当成一样，这样子的论点是荒谬不实际的。就因为官拜右军将军的王羲之看重生死妖寿，所以无法解脱喜乐忧郁的情绪。但是晚于其后的陶渊明崇尚自然，以庄子为师。他在《形影神》这首主诗的神事说：“大军无私力。” 万里自身住，人为三才宗，岂不以我故？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？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老少同一死，咸于无复数。日醉或能忘，将非处邻聚。立善常所心，谁当为汝欲？ 慎念伤无声，正以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意思是说，大自然的造化是没有私心的，万物自然生长，繁华而富有生机。人可以列为天地人的三才，是因为神的缘故啊。 上古时代的三皇，如今又在哪里呢？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岁，可是他也会死亡，想再留于人间也不可能了。无论是老人或小孩，闲人还是小人，都难逃一死，死后都没有区别。每天喝醉酒，或许可以暂时忘记苦恼，但是长期的喝下去，反而会减寿。 而多行善确实是件好事，可是又有谁来赞美你呢？老想着这些事，实在是有损我们的生命。不如顺应天命，听从上天的安排，顺其自然，不因长生而喜，也不因短寿而悲。待到老天安排的人生到了尽头，就终了。除此之外，就不要再为这些多虑了吧。 陶渊明能够明白人生如梦的道理，所以放任心智，潇洒去留，倒是颇得庄子的神韵。以上就是庄子生死观的内容。同学们可以抽空试做单元后面的自我评量题目，看看自己的学习成效。国文一的第九讲我们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